火这么小呢？你这火就这么小啊？不应该呀，你研究研究呢。明白了，俩开关。料酒呢？料酒，我不知道啊，那边有没有那一排？哦，有。菜板子呢？那儿，看你了都。这是菜板子。哎，菜刀呢？菜刀搁这呢。哎，这不是菜刀，这儿。哎呀，咋这么慌乱呢？哎，有土豆脑子吗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还有土豆脑子。家里没有一个好使的工具。他就刚生活搬到一个家之后，很难有很特别多的就土豆脑子这种东西，想不起来买。他其实每次买都是因为做饭发现缺，一点买。那你想，那日子不就这么过吗？一点点添呗。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。说明你家里买的任何东西也是和你生活记忆什么都是相关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想起来，你说咱今天要是买土豆脑子了，你再看它，你都能想起来。上顿吃的是孟哥的排骨炖土豆。我好几回过年回家，我就说东老家还是冷嘛，我就穿一个特别特别厚的羽绒服，结果一到那儿根本也不怎么在外边走。我一直在跟南方人说东北人怕冷，我也说这事儿，是吧？他们比咱们扛冻。对，我们基本上猫冬就不怎么出门，屋里边基本上就是穿半袖，然后穿个裤衩就行。而且屋里太热，有的时候你去人家做客吧，你就脱的又不能很冒失，就你不能说我就棉裤我就。一个大毛裤，大棉袄、二棉裤，里边羊皮，外边裹的布吗？哪怕零下40度，天再冷，咱也不打怵。哎，这你马大叔，这就是我说的冷马裤。哎呦！哎，你发现了吗？我俩平时都不说东北话的，一进屋是的。你平时不说东北话？其实我也是这样。对啊，当然了，就是大家都碰了你之后啊，就是因为我呗。那没办法了。不好意思了，哎，不过确实是不是说相声就得是北京话呀？也不能说北京话，你得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听懂我们的语言。我的意思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。对，你得基本上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是吧？哎，孟哥啊，是不管比你大还比你小都管你叫孟哥吗？你咋是怎么了解这事儿的呢？我突然间，这九溪不是比你大吗？但他也管你叫孟哥。因为我入行晚啊。他入门晚。哦，就师，哎，就像啊，就师哥的。哦，那你们真的会叫师哥吗？对，烧饼比我俩都小，那我俩得叫师哥呀。会叫师哥吗？平时？啊，就叫啊，叫饼哥。对。会叫烧饼师哥。那有点太嫩了。烧饼师哥，那贺糖师哥这样。贺糖师哥，你怎么这样？你这是随性切的，这玩意儿咋切？不是，对，这是花刀吗？挺好，怎么挺好？太逗了。先给我试试。反正其实这玩意儿这样的更好，掰一下它这个接触面就多。孟哥要不了几瓣吧这？啊，有个三四瓣够不？对，差不多。嗯。哇，好香啊！哪跟哪儿啊，就西北哦，是挺香的。你说这一个人会做饭就有魅力。嗯。哎呀喂，裹了一下这一看就会做饭。哎呀你说我都不好意思。头一回做饭有这么多人鼓掌，我一会儿煎勺就有压力了都。那哎呀整挺好的，谢谢哥。好吃不好吃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好吃嘛，一看都好吃。哎呀，不用想的哦。毛毛太会了，毛毛。
土豆可以后放，土豆。那趁这功夫把拉皮儿拌了吧。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这人真是不白叫来的。你又偷吃啥？我又逮着你了。你给我，哎，好，抓个现行。咱是不是把这玩意儿往这边？不许吃蒜皮儿，搬走吧。种点东西，你不觉得也像记日记吗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种日记。那天那月，然后我们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这个东西，还觉得生活那个氛围感更足一些。今天这期有点焦头烂额的，不知道为啥。有点没事儿，不是我自己也挺快的，你们跟这儿就有点耽误了。他耽误你了是吧？不是不耽误，就是你们跟这儿着急，我就觉得挺着急的，然后我自己啊，那咱紧看电视吧。那俺们可看电视了，你们看电视也行，萌萌。哎，你不用管我，我一会儿我就整出来了。谢谢哥，哎呀，谢谢师哥，哎呀，哎，我前两天我看一个那个视频，我就挺吓人。其实那个我这滑雪夸夸翻，多吓人呢！你们滑雪吗？我不会。哎，叫咱仨去，咱仨能啥也不会。我就滑过一回。然后五米就劈叉。孟哥也会滑雪吧？会啊，那肯定啥都行。你咋啥都会呢？我爸我妈原来是滑雪教练，这么厉害？啊、嗯，他上那个滑雪场给人培训小孩去，这么厉害？那刘星给整去，你看他咋的了他？他现在有点犯虎，别往上上啊！来上我这儿来，我不嫌乎你来。裙子要不开线，你挣开线。哎呀，这小衣服，真的，我就有的时候想看他终极目的到底是要干啥，就是一直在，他好像是舔你脸，处在一个，你这，他就非得亲着你嘴不可，我家狗也是，就是奔着你嘴来，你必须舔你一下，完了开线了，挣开了，哎呀。开了吗？哦，肚皮那儿开了，它不咬你。